Hello Sky， 好，老师，今天我们三剑客又来到了花莲的同门部落。经过上一次影片，我们深刻的了解到花莲的出壮圆梦狂。师兄，啊，讲一下，讲一下，你要讲花莲人的印象。苍狼野兽，真的突然抓狂，苍狼野兽，耳朵超痛哎。花莲嘛，那个又很好笑。没什么关系，对对，但是花莲加上格鲁古，就有一种非常勇猛的感觉，随便拿出来都是那种很粗壮的东西。我们猜一下，这个又粗又长的木头，萤火晚会的时候那边转，太重了。给你们一个提示，你们知道花莲什么东西很有名？麻薯。哎，麻吉，花莲的麻薯很有名。今天来到花莲同门，我们要自己制造麻吉，但要怎么制造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我要请到我们格鲁古的好朋友，花莲的苍狼野兽，我们欢迎黑奴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有个疑问，上次我们在户外，然后你不穿鞋，然后今天这个在你同门部落的家里，对啊，我说什么意思？就在家里嘛，还是要干净嘛？哦，因为脚是脏的，所以进家里要干净，要泡起来，对对对对，你家的规矩，对我家的不是，那鞋子的用品是什么？就防脏防尘，所以它是防尘套的概念。对对对，防尘的概念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先切入，我们不要拘泥于鞋子。你们说你们想吃麻吉吗？对，想吃自己打。但我们是平地人啊，我们只有吃过现成的麻吉，我们不知道麻吉要怎么弄出来。所以等一下我会请部落的耆老大家长来教。这个东西叫什么？这个叫臼啊，臼齿的臼。这个叫杵。今天其实我已经安排了漂亮的，漂亮的，你们真的很好客哎。对啊，好客气干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的对手在哪里？你们的对手，好来，第一个就是我的拳击教练霍斯尼爹。霍斯尼爹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跟他打一场，是你爹，我是你爹，他是拳击专项。各位可以上 YouTube 找白富贵，第一场把踢拳打成拳击赛的人就是他，他把人就打到 KO 用拳击哦。再来介绍第二个哦，这真的就是部落之花了，欢迎我们的小龙 ，Hello， 小龙吗？对。没有错吧？对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所以你是德鲁古？对，德鲁古的。恩比亚属。恩比亚属，我叫巴干阿伟，叫我巴干就好了。巴干是我的名字，然后阿伟是我爸。巴干阿伟。对。再来第三位，越南郭雪，不是卑南郭雪芙。这有讲错多少？卑南郭雪芙。OK， 欢迎他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怎么带了那么大只？卑南哦，他喜欢大只啊！是啊，今天这边是泰鲁格族部落的，那你是卑南族，对，那你拜着阿美族退就，因为妈妈嫁给阿美族。哦，他妈妈嫁给阿美族。可以的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两队要 PK， 自己做马吉，对自己做马。那这样要 PK 什么？这样 PK 就是由耆老来评比两队谁的马吉最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们还注重我们的过程哦，我们现在就隆重的。请到我们的耆老，也是我们同门之前的大家长优美来为大家就是讲解教学一下哈。大家好，很荣幸我族都有哈，大家都是一家人哈。这个不是抹布，这个是豆树啊，豆树弄成的树皮，然后沾些猪油，杵这边底盘要磨一下。对，其实我们很少会看到。对，这个先磨一层，再沾一下，杵就都要沾。好，这个糯米就要放进去喽，这样可以了啊。脚一定要前后，施力点成功。对，村长好嘞，帮我们多打几下嘞。对，如果现在是粘在杵上面，有没有？把它刮掉。对，把它刮掉。我们等一下打6分钟，6分钟出来之后，请耆老吃看看，对，谁的口感好吃？对，好，盲测吗？盲测哦，就盲测哦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把镜头转到这边，麦克风拿一下。哎，这个就是我们同门村西林的大家长。大家好。我是西林的五星级领导，请问什么事？这60年来你倒了几次的？没有倒过。那你吃过几常吃的？吃了快60年了。啊，吃了快60年了。到时候你们的糯米，我们就盲测，先给他蒙眼睛，我打昏他也可以，我们就拿给他吃。啊，他觉得哪一边好吃，哪一个就剩。哦，可以吗？好。三剑客，你们对于这个倒麻薯，你们觉得实际上操作起来应该会是什么感觉？我们就6分钟配速吧，节奏，我们把节奏做好。一二一二二一
停的时候就是你把它拿起来，然后你就翻。好，我们就把你的手先打下去。可以。那你觉得以你们的肌肉量有办法屌虐园林妹子吗？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要把粗的东西把它压成泥嘛，把它压得很绵密嘛，所以这完全就是跟力量很有关系。那等一下就期待你们的表现。没问题。原名战队面对三剑客这样的肌肉男，你们觉得有赢面吗？赢啊，一定会赢啊！怎么说？我觉得翻的人很重要，不要他反马蹄翻到一个点，就是同一个时间、同一个位置吃出来才会均匀。对。哦，这个是你们有的传统技能，他们无法比拟的。好啦，哎，还有没有？我，准备好了吗，各位？好。等下每一分钟我都要喊一次哦。好，来，三、二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哇！人民队怎么卡住了呢？哦，现在三剑客队非常的快，节奏非常的均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你们一开始打得这么快，会不会过筋力啊？不会，这是有氧运动哎。1、9、3。哦，我们的郭雪芙很拼哦，我会打住哦，郭雪芙。好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你是不是需要提神？还有四分半呢、啊，你有没有看？你打一分半，他还没有抹旗的样子哦，所以其实真的要打了一段时间哦。好，好，来，这个是我的工作。好了，那个我们一只脚顶着一下。对。目前这两位女士啊，姿势非常的标准的、哦，13、14、15。哇，这个顶起来而已嘛。我翻一下，停，有点马蹄的感觉了。该问现在有什么感觉？六分钟有点短哎，六分钟有点短哈。看一下我们的女子组这边，哦，三剑客还有颗粒哦，所以加油。我们的郭雪芙需要一点能量了吗？对，是漂亮。上次是伐木地狱，现在是倒米地狱。最后30秒，叫，最后加速了，九、八、七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园林战队，对对对，哦，我们有好黏哦，我觉得我们会赢的，是吗？还是要看口感哦，我们超黏的，超黏的。哦，这6分钟我直接大爆汗哎，超累，这个也湿了，这也湿了，这个不是用抹的好。其实我觉得6分钟就是完全不够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它通常这么大量的糯米要捣成这么细、那么绵密的抹吉，要最主要是热。但是刚好刚好的那个米是冷的，哦，如果是热的话，它会更黏，更容易黏在一起。我这样看。我们不输哎，你看哦，我们主要是看这个颗粒度跟粘稠度有没有，粘稠度，我觉得看起来差不多。我们的原味，我加了感情，我们每打一下就跟他说我爱你。我们有加入我们三剑客的激情，这里充满激情，共到最高转头，恭喜过啊！你是就6分钟这样子打起来，以他们这种熟练度跟力量的收放，翻的频率会很快吗？蛮快的。我们其实要蛮快的，但会打那么大一坨吗？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可是任何话就差不多这个量。哎，这个量很大坨吧？哎，你不要，这是我们的感情，这是我们赢的秘方。我没有这样，小事。没错。对，很累吗？哎，比想象中累。他们刚刚没有换手哎。刚刚两个从头打到尾，对，我刚看他很拼哎，1、2、3、4，这样很拼哎，共共人啊，对啊，共共人，没让他共共人，那你们那边呢？哎呦，全身充血，是怎样？因为冲爆了嘞，我刚看到两边真的很卖力，我们来给自己一个掌声，还有不给自己掌声啊，这样继续。
我在做面团，就是还要再做一个收尾。你会看到，其实我们做毛巾就是裹外面都会裹一层面粉。我现在其实示范给你们看，哦，外面这个会裹一层面粉。你倒的这个，哦，你这，哎，这个很会打呢，很密呢。它就是这样一块下去，手还要再去。哦，对了，这才是毛巾，是最最最最最完整。其实这个已经是可以吃的嘛？对，它已经可以吃了。啊，就是说你要更好吃，就是再揉，所以才会到那个材质更细腻，就是他们的。好吃对不对？还是你们要互相吃一下？对，嘉义他要吃你的，我听到了。哦，加马吉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加花生粉。我先吃口感，觉得怎么样？颗粒感很重。他的吗？还是你的？他的，嗯，他的。啊，你赢了吧？赢了，赢了。真的吗？我们真的，我们比较免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由齐老来比，你们挑觉得最棒的，然后弄出来，沾点料粉，聊一下，加点料。嘉义，你现在在干嘛？哎，他们在加工啊。没有。偷偷。你要放一些很大力。面粉，要是面粉。不行，不行啊！你这样很恶心。老帅，不是，不是这样子用了。真是对。好面，什么东西啊？弄出来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我们的激情。好，可以，谢谢。好。我觉得很好吃，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。我觉得。好，在这边的呢？这边的长什么样？吃一点魔法。哦，叫一下，叫一下，看起来几乎看不出差别。这就是我们的激情。这就可以了，不到了。也不来。最后会赢的关键。哦。他给我吃就好了。究竟是圆明团的柔情马吉会胜出呢，还是三剑客的激情马吉会胜出呢？有请齐老。啊，为了比赛的公平性，我已经把他蒙眼了哈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齐老真的看不到哈。等一下，就是我会 cue 你们啊，你就拿到我手上啊，我拿给齐老来吃啊。阿定，准备好了吗？定，撸啊撸啊，来。Anything。Anything, 这里啊，好，你先吃看看。哦，很大一口呢。这个就太大了吧。好，那这样你有记住这个口感了吗？你要不要先喝水？还没有蹲。嗯，很接近，很接近啊。里面就只吃一个，还很接近。原住民的做法。哦，对。来，阿丁，第二个哈。啊，怎么都多那么小？嗯，阿定，怎么想那么久？嗯，好了吗？这个只有一口啊，没有，不能吃太多了，我有痛风。那你可以拿掉了哈。我刚刚吃第一个哈，有一点接近我们的原住民的做法。哦，太好了，原力。然后第二个也不差，哦，也是稍微有点接近，第一个比较好一点点。第一个吗？第一个是那个比较接近我们原住民的做法。哦，我们原住民的做法还是有点小小的颗粒了。第二个没有颗粒。第二个也是有，也是有，但是比较多一点点。第一个比较好吃嘛，比较接近啊。第二个吃起来咸咸的，贡嘎脆嘎酸哦。没有，是面咸的。不错了，你们这样打，你们不是真正的原住民。如果真正的原住民，他们也是打不错，那么。哈哈哈哈是这样子的，太好吃了，功夫成绩好不好？好，第一个很接近我们原住民的那个口感，所以就这样，第一个赢，那我们来公布第一个是谁呢？就是我们的柔情抹吉，就是我们地主队啊！哎呀，不要气馁，下次再来。其实今天我知道大家都是有训练过的，所以我刻意一大早就煮了，冷的就比较难一点嘛。难太多了吧？当然啦，这样才有挑战性啊！我都已经安排漂亮妹子跟你们一起，我们拐到两个之后可以卖抹吉。来，各位有没有兴趣吃三剑客？毕竟是我们原住民的小姐啊！哎，真的厉害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恭喜我们的圆明团！下次我去练一下。好，听到了吗？齐老60年第一次倒墨，就一年一年。但我想再吃看看这里。你输的不甘心啊？吃到柔情的感觉，吃到柔情的感觉了哈！我真的匪夷所思，真的吃得出来呢。他用猜的吗？没有呢，他不是用猜的，他是从头到尾就是觉得一号很难过哎。没关系啦，下次等你 round two 好不好？他们是一定。感觉不错吧？就是来我们同门是我们，我差点跟你们一起。今天来同门部落捞马吉，然后自己吃，感觉跟自己买的不一样。
当然不一样，感觉不同。这个是算我第三次来，第三次来，我觉得部落感觉就是很惬意，步调很慢，很舒服，然后大家就是会很亲切的打招呼。对，因为你看。我在南部念书，刚来台北的时候我有点不习惯，因为其实大家不会像中南部就打招呼那么热情，那么的自然。对，你知道我部落打招呼呀，部落打招呼就一组，然后就坐在那边，哦，开喝，200公尺外看到就开始，对，没错，真的会这样。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黑奴帮我邀请了那么优秀的一个女朋友，就是受封的、榕树的、崇光的各部落的。这是台中的、嘉义的、台南的，好，欢迎下次再来找我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今天盖伊啊，谢谢我们今天的原本团，给自己掌声鼓励。三剑客，给自己掌声鼓励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